蝎子，现实生活中的离别、病痛、物是人非，总是让人无奈。于是对肖战常说的一些话有了更切身的体会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，顺顺利利。先恭喜肖战又喜提新商务，成为安热沙品牌代言人。这一代言其实疯传挺久了，因着各种原因竟错过了防晒最畅销的夏季，而在秋天发布。不过也从中看出品牌对肖战的认定和信赖，哪怕错过旺季也坚持等待。一是无论哪个季节都需要做好防晒的意识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，二是肖战代言的力度也让品牌拥有无视淡旺季的底气，海量的粉丝和巨大路人盘，那真是肖战代言什么就支持什么。一方面是生活所需，一方面就是对肖战的认可。品牌可以新陈代谢，但对肖战的喜爱和支持一往无前。金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，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心。另外见多了各种人气明星，粉丝比肖战多的也不在少数，也许是孤陋寡闻，感觉能有这般力度的只有肖战一家，不禁让人好奇肖战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特质，才引得这么多人倾心相待呢？一句话，能长长久久留住人心的从来都在戏外。就比如人们喜欢肖战所饰演的角色，更喜欢他的真诚、善良、满满的正能量，喜欢他有趣的灵魂、深度的思想、高远的格局、优秀的人品，诸多品质构成了一个难描难画、独一无二的肖战。随着肖战作品一步步播出，每部都是有效播剧，粉丝队伍越来越壮大。而且因为肖战的个人魅力，来了就不想走，以致某些人发出了粉丝要流动起来的奇谈怪论，这真是管天管地，还要管别人喜欢谁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一骑绝尘惹人急，恨不得人均分配，但是爱恨从来由心不由人，非是肖战想一家独大，只不过是人品贵重，人心所向。